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IKCA 的时装秀，现在表演即将开始。芭比娃娃穿着绿色的鱼尾裙和紫色的高跟鞋，还有蓝色宝石项链。这个芭比娃娃穿着一条芭蕾舞裙，她戴着一个红色的项链，梳着一个玩偶头。这个芭比娃娃穿着一条白色紧身纱，她扎了一个粉色麻花辫和《冰雪奇缘二》的靴子。芭比娃娃穿着点点裙，配上了一个白色的蝴蝶结和一个花朵上衣水晶腰带，还有搭配了一个橙色绿色的项链，水晶爱心发条。